刚说完啊，小哦，确实是，真是后发先至啊！哎呀，对方在站立的时候就已经是晕掉了，眼睛就已经完全失去状态了。哎呦，这确实是站立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倒地，已经晕了。这一下是力量确实特别的大。阿里的角色，哦，基弗希尔巴有反应，哦，岔气了，岔气了，哎呦，这个状态很少见啊！巴马维在站立情况下，基弗，对，刚刚是站立打到对方的，应该是正好是胃部的位置，对，这种状态下非常少见，对，非常少，非常少，因为在地面的时候，选手一般都会知道，对手会从高往下打。哎呦，这一下，哎呦，两下，这是打到胃部的。哎呦，你看现在希尔瓦的面部表情就已经非常难受了。对。昆仑决世界顶级格斗赛事，漂亮啊！两人的解放平等。好的，绕出来了又。好的，双腿都逃了出来。直接起跳，往地面推进。好，裸脚，腿部的那个位置，他双腿啊勾住对手，还把对手另外一只手给勾了进去。哦，完成这个漂亮的裸脚动作。哇，刚才那个裸脚啊，是细节上把握的很不错。他的特点就是拳好。拳法非常好，啊，力量大，啊！这种姿势非常漂亮，这有可能 KO 了。啊！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。这样的话，魏金辉就 KO 对手，非常出色，前手摆拳，前手摆拳，非常出色的前手摆拳，前手摆拳。非常流畅，哎呦，看这个非常重的前手扶住拳，
可以说是有更加的具有特色。哎，张立鹏射门力量发挥，北方角有可能自己的重心往后撤。好球应该是昆仑决赛场上第一个南北裸脚胜利，来自于张立鹏。